脆脆的，它咬下去会可是这样。大家以为油饭会全部腻在一起，对，但是没有，它粒粒分明，是很顺口的饭，然后不会跟你的牙齿粘在一起。接下来购买脸书刷爆 number one 网友指定美食，想要请问这是你们家的吗？真正派，哦，这里啦，这三个颜色。 各一颗，这样一颗多少啊？小时候吃银丝卷会不会一根一根拔起来吃？我觉得这个就很像那银丝卷的概念，你就是这样慢慢吃，很爽。嗯，其实我吃不太出来 cheese 的口感太浓厚，可是我觉得是很顺口，可能就是因为有 cheese 的奶吧，所以吃起来还蛮滑顺，然后。 有淡淡的奶香，可是没有那么大家觉得的那么 cheese 浓烈感，对，然后这个日式的部分，我一吃看看，真的排太长了，真的超黑黑。哇，老板盛情款待，真的，我觉得要先从，对呀，我们要趁热，只要低消两百五就可以免费畅饮的味噌汤。哦，怎么样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发自内心。首先就是修锅短袜，里面有很多料，有鱼，然后有豆腐跟火锅料，火锅料。哎，光这一碗就会饱了，我的话可能还要再吃一点东西。好，你来。哇，嗯。 哈哈，两只被抢到，要唱歌了，让我回到家的感觉。虽然应该不是台东的海边抓的，我们刚刚有问老板，他说这边每天直送，对，所以一定很新鲜。看起来就好嫩哦，哎，会活泼的，它还在你的嘴里游泳，是不是？很结实，很 Q 弹，也太厚了吧。然后它有一种那种果冻的胶质感，很 Q， 很 Q。 觉得这个虾跟牛总，是你刚刚夹起来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。没错，这个虾它是有一种鲜活的记忆的，它有那个海的感觉。